光底下，婆婆妈妈一起忙着包粽子，里头还有几个年轻人，还蛮困难的，就是都包不好。我也可以就是教我的下一代这样子，对，学会了。我大概学会的吼，啊，糖包安尼啦，这是阮今仔日阮的荣幸啦。这一头忙绑粽，另一头也忙着赶紧煮。社区关怀据点号召老中青一起来，希望串起社区爱的网络。分发给这些中介啦，这些较低收入的啦，这些迄落有介意出来的人吼，希望因会当行出来。啊，我要来甲你迄落送粽子，给你吃。欢喜，欢喜要吃粽。接过粽子，心暖了起来。热腾腾的粽子传递的是社区的关怀，更是佳节的祝福。台视新闻台郑瑞平台南报道。好，